怎么样？这一轮的比赛结束，三位绝对就是黄色和粉色其中之一，对不对？华健呢？我有看到有里面有一个唱的蛮少的，唱的蛮少的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最像的是橙色和黄色之间。我也觉得黄色和橙色音色很像，好，声线几乎听不出来有太大的区别。好的，三位大咖评审，好，现在请统一你们的选择。请把结果交到我手里，谢谢。各位的选择已经在我手里，他们能否在几位的演唱者当中听出小刚的声音呢？我即将宣布答案。好的，我们第二轮的比拼刚刚结束，微笑。是想要说我的心太烂吗？终于遇到专业的人了。这一轮几位的模仿者演唱的怎么样？我看有几位在演唱的时候你都频频点头。这位先生唱的不错，这个歌很高很低，能够唱起来就不容易了。是他比较唱的比较扎实。对，现在答案已经在我手里，三位请转动评审的沙发，来看看你们选择的答案那是什么呢？看到小刚脸上的甜蜜，应该是吃到巧克力了，是吗？对，蛮开心，因为我看到他们也笑嘻嘻的嘛。我觉得他们几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像，非常像是吗？真的都非常的像，然后我只是靠一些小细节来分辨。好的，宣布一下，今天晚上第二轮排在第三位的会是什么颜色呢？排在第三位的就是，来恭喜一下你，天蓝色的无敌，恭喜！